给大家分享一款十几万的 B 型房车，由我朋友用丰富的房车旅行经验设计的。底盘选用的是江铃原厂福镇的常州高定，外置3.3米的遮阳棚，后驱后双胎搭载 2.0T 柴油 8AT 的动力组合。这款车主打的就是在我们的旅行使用中更实用、更耐用。标配5度的锂电，3000瓦的逆变器，800瓦的电磁炉、微波炉。12伏房车专用空调，以及102升房车进口专用冰箱，20升的热水器，让我们随时随地都能洗上一个热水澡，里面换气扇、储物格、置物架都有。后置1.5米乘1.82米的双人大床，床底下还有一个超大的储物空间，完全能满足我们日常出行的所有装备。这里面呢，还设计了一个户外的小桌子，平时不用的时候给它收起来。一点都不占空间。如果您对这个十几万的 B 型房车感兴趣，可以评论区留言。